床都被你给搬动了，你是猪吗？你跳，你太重了，把床都给弄动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猪，起来！哎，你等会儿还要泡澡呢，快点，快点，起来！你不能拉这只手吗？拉这只手，拉这只手。对我这么一个弱不禁风的人，这么起来啊！你倒是，帮我脸了，真的是个猪。我们看上这个民宿，就是看上了这个浴缸，特别喜欢，特别大，太爽了。我们可以在里面，在里面翻滚，翻滚跳跃。对啊，跳跃。今晚上可以在这里加床被子，你就睡这里了。不行，你舍不得。我舍得。你舍不得啊？不会，一个人霸占那张床。那你到时候不要求我过去了。不会。现在浩珠正在放水冲浴缸，冲一下，然后等一下我们会在上面再罩一层那个一次性的，那个叫什么沐浴袋吗？反正就是一个是卫生，还有一个是防滑吧，应该是。我不觉得那个有什么防滑功能，它就是一个塑料袋嘛。那就是卫生嘛。主要是为了防对卫生，卫生。够了吧，够了吧，来把这个袋子罩上去。浩珠正在把这个罩上去，正在，就不知道过来帮忙一下。好的，好的，我来。还没好吗？对啊，才放了这么点儿，都这么久了，放了一万年了，才放了这么点儿。我现在就想进去泡了，可以吗？哦，终于接够了，真的整了一万年。哎，你是猪吗？哎呀，水弄出来了，你是猪吗？你皮再皮，等会收拾你哦。好不容易泡一次澡，哇，好舒服，你快进来。好，来来来来。好热啊，我在我身上，你看我全身汗水，脸上都是汗了。对啊，太烫了。其实我也受不了了，我都还好，可能因为我体温平时比较低吧。我刚开始进来的时候倒是很舒服，浇点水啊，汗了，毛巾给我擦下脸，全是汗，真的。你真的是个猪，皮都烫红了，你是不是很浪漫？好了。好了，挤点沐浴露，魔龙，它是比较天然的那种，所以它就是这种透明的，所以不会像平常的沐浴露那么的粘稠。而且好香啊，这个味道，跟我以前用过那款香水的味道很像。真的吗？嗯，给我闻一下，给我闻一下，是吧？好香。哇，泡泡飞起来了。嗯，那个蓝色的再给我试一下。啊，你要洗两遍吗？好东西不太多，知道吗？要不就是要用。这个是什么功效？你用一下感受一下吧。我感觉味道很差不多耶，我身上瞬间冰凉了。这个要凉快一点是吧？对。哦，真的瞬间就不热了，降暑这个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沐浴露不能在脸上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这个是脸部护理级别的沐浴露，它上面写了，但没事，可以洗脸。那我也给你洗一下。来啊！哎呀，烦死了！哇、哦，我们现在洗完了，真的好热，满头都是汗。冰火两重天的那种感觉，
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就还很舒服，因为很久没泡澡了。对，真的我好多年没泡过澡了，从来都是淋浴，就淋浴泡澡比较费时间。而且我现在皮肤摸着好滑呀，突然好爱我自己的皮肤呀。我比你更爱现在。什么话呀这是？情话。